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一天的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售。乘风破浪的姐姐上线之后迅速出圈，一位姐姐 diss 了某华，还逼得网友是开始读唇语了。下车一个点头杀就能够脑补8000字黑道千金小说文，话筒一拿又获得了尽职肯定。就这大魔王却说已经接受自己是个不红的人了，这句话真不是人命，是在娱乐圈大起大落18年之后的淡然，没红才不是他的不幸呢。郑希怡出道于千禧年前后，是香港娱乐圈最后的风光时期，背靠英皇，资源相当好，当过小鲜肉时期陈老师的 MV 女主，第一次演电影就是女主角，和郭富城、陈奕迅合作，导演林超贤。电视剧女主角第二次演戏就拿到了，和 TVB 当年最火的马俊伟搭 CP， 出演到的是《秀才遇着兵》的续集，放到今天呢，那就是顶流加 IP 的王炸配置。因此啊，郑希怡似乎没有小心翼翼的新人时期，一出道就快言快语，采访当中甚至吐槽角色，野蛮的有点不正常啊。他曾在社交平台上面破出过一张2001年英皇家庭合照，谢霆锋、容祖儿们站在了中心，还有因为一场游戏一场梦成名，如今已经退出乐坛3年的歌手王杰。当时的郑希怡啊，刚随少女组合3T出道，站在右侧最边缘的位置。隔年单飞发单曲《相对湿度》一炮而红，这首歌当年有多红呢？郑希怡被称为是货车司机杀手，那一年你只要走在香港街头，每一辆车都是这首歌的移动播放器。她有红的机会也有红的气质，和扮女装的师弟贴身比美，一个眼神就能够杀人。溏心风暴出场就叫人想点一首绝世名伶，认知度啊却一直都在小范围当中徘徊，连自家的老父亲都不太认得出女儿和化了妆的徐子珊到底有啥区别。模糊的定位是郑希怡作为艺人最要命的一点，身高腿长不适合 Twins 初期的元气风，只好作罢了。长得太嚣张，香港女艺人通用的玉女路线放在她身上啊太违和了，没办法，先跳快歌，暂时定位为性感舞娘、跳舞皇后，穿着大喇叭裤、露脐装的劲歌热舞，有一点李贞贤的味道。后来的技术性打击也确实是翻唱自李贞贤的《月亮月亮》。转折点始于2006年，郑希怡可以说是连撞霉运。欢乐满东华，几百万人观看的直播，在表演空中飞人的时候，郑希怡的长裤被合作的男演员意外拔下，露出了底裤，导致她直接从高处跌落。有心人呢、录下了这一出事故，上传到 YouTube， 短期内啊成为了全球点击率最高的短片。2007年，同样的在直播舞台之上，因为唱跳卖力，郑希怡隐形内衣脱落了，露点镜头长达60秒。郑希怡本人呢、则在下台之后才意识到，虽然是意外吧，但是拦不住如潮的恶评啊。舞台演出肉眼可见的变少了，一度有传闻被雪藏了。辗转来到了武林大会，表演没有任何失误，但是却因为舞鞋脱落，在第一期就被淘汰了。同样直言不讳，很生气，我觉得我表演得很好。后来因为观众投票被邀请到复活赛，获得了全场最高分，但是2次意外埋下了阴影。每一次开场前呢、都会再三的检查衣服鞋子，害怕走光事件再次出现。直到有一次表演完之后坦言，老实说啊，站在舞台上面我很害怕，但是又说，但是呢，刚刚因为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忘记了，可以尽情的表演，很开心，很享受。准备好再上舞台了，市场却没有准备好，连续几张专辑销售成绩不理想，香港娱乐圈又刚刚好的来到了瓶颈期，买唱片的人是越来越少。转身他开始专攻演员，但是高挑的身材让他总是比搭戏的男演员要高出一大截，强大的气场也不是热衷家长里短与青春戏的电视剧钟爱的那一盘菜。很难想象郑希怡攻气十足的大御姐范儿，在小鱼儿与花无缺、秀才爱上兵毫无用武之处，只能够收敛起来了，半点萌了。年纪大点吧，戏路转变，演过最多的就是坏女人了。高手如云里边，动动手指胡歌就被扔下了水，低眉勾勾手邱泽就凑上前乖乖的听指示，仗着嚣张的气场给主角团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最讨喜的角色呢，是在刘青云、谢霆锋出演的《消失的子弹》里边饰演智慧冷静的法医李佳，话不多刀很快，但是角色的存在感和这部电影破裂的口碑一起消失了。有人问他之前有接过比较烂的片子吗？
很多，还不少呢。说完自己都笑了。再问后悔吗？他拎得很轻，自己不是林青霞、梁朝伟，不知道自己演什么是最好的，所以什么都会全力以赴。红不是人生的目的，怎么发掘自己的价值才是最重要的。是明星，但是从不用讨好换取掌声。为了演好哭戏，能够让亲爹、亲妈、亲奶奶在脑内死一遍，但是行为举止啊，从来都学不会小心拘谨。碰上不靠谱的事儿，直接的就发微博点名吐槽了。快言快语，行动走在心里充分准备好前是郑希怡缺少聚光灯的后半程贯穿始终的东西。2012年发生了影响郑希怡的第三件事儿，在应采儿生日派对之上失足摔下了楼，数字是穿刺到肺部，要是稍微歪一点呢、撞上两边的巨石，那很有可能就难救了。他给亲人发短信说 OK 未死。在后的一个月啊，化妆师男友向她求婚了，她感动应允了。事后调侃这一次因祸得福，她说其实啊是我使的苦肉计，应采儿都看不下去了，埋怨她说差点瘫了还说笑呢。这也让郑希怡成为了英皇第一个合约期内公开结婚的女艺人，彻底远离了公司对于她的初定位。现在39岁拥有的和20岁的郑希怡设想的截然不同。以前呢、郑希怡是坚定的不婚主义，甚至不相信爱情，觉得自己一个人也会活得很快乐。黄伟文给她写了《阿拉伯市场》，把男人比作货物，心情不好就卖了。要换情人吗？肯不肯？一罐石油换了他，他比猪头迟钝，如何能下架？他可否被差价用来换雪茄？若然面对沙漠，你情愿去拖着谁度假？肯不肯一只骆驼换了他，都不能骑着如同牛或马，他假使不可驾，及时换了他。10年之后再合作，不是为了发片，更像是一场仪式。专辑名字叫做 I'm a Luck Girl，主题曲呢，就是用婚礼仪式录像当作 MV 的花球寄语，有两句话是黄伟文送给当时步入人生新阶段的郑希怡的：仕途太凉，人要强，容闲事一闪而过却追不上。有阿娇、阿 sa、容祖儿当闺蜜，郑希怡却始终没有迎来很多人以为的大火。在四人合唱的最近比较烦唱的《我很久都没有站在舞台上方了》，现在的模样有一些不习惯。出乎意料的新生命也比她想象当中的要来得快。前一天刚剖腹产结束，郑希怡提出去看孩子，然后医生指着走廊说：“如果说能够走一条直线，证明你没事儿，才可以过去。”郑希怡呀，就忍着痛，慢慢的撑了过去。要强，但是也不会因为命运突加给他的一些变数而气馁。生活给了数不清的变数，不但没让他因此迷失，反而渐渐地找准了他想要的人生定位。演艺之路曲曲折折，对打碟和时尚的喜爱却随着了解而加深。在音乐节当 DJ 开了自己的店，把女儿静静也带入到了打碟行列，和后期那一些爽快能够散发他魅力的角色相似的啊。陷入了过泥潭和人生的困境，可是一旦做错了决定绝不粘连。有人问他，如果可以回到过去，希望改变哪一年的什么事情的选择？在我看来，应该有很多想要改变的，比如说转折性的那一年，避开发生意外的那场秀。但是他很淡然，发生了就发生了，每一件事情都是自己的选择和不一样的经历，就算回到过去，还是会做出一样的选择。在他的身上啊，能够看出30加女人最大的魅力，所有的经历都是养分，比起主流追捧的青春无敌论，30加的他们拥有到更浓烈的色彩。这样的他们才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或者拿他跟谁比呢？所有的精彩都是丰盛给自己看的。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那么请你给出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会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